接下来要看的这盘棋局呢，是由小林光一九段对阵李昌镐九段。之前呢，他们的战绩呢都是可能大家如果关注的棋友们也知道，就是我们中国队两员大将是聂卫平九段和昌镐九段，分别是一胜一负，他们是输给了韩国队的草李世图，然后赢了昨天是赢了小林光一九段和伊藤吉吉九段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小林光一。那么今天是韩日之间的对决，刚才那盘棋呢，曹勋轩九段非常犀利的击败了伊藤吉吉九段啊，然后这盘棋呢，进行的还挺慢的。啊，是如果说刚才的两位是这个攻击型选手的对决，那这盘可能是两位防守型选手的对决了，啊，所以说进展预计不会太快啊，可能局面呢会也会相对平淡一些。对，这个比赛年龄最大的两位棋手呢，就是聂卫平老师和小林光一九段，他们都是52年出生的，都接近70岁了。是啊，要不说的话，大家可能没有概念，这一说还是觉得挺不容易的。想起来当年的小林光一还是非常辉煌的。是的，当年也是处在一种无敌状态对，啊。有一段时间，他击败了赵志勋九段以后，我记得他是称霸了日本棋团一段时对，间是的，牢牢的把持着日本的最大的头衔棋圣，嘛。而且我记得刚才也是王老师说这个，日本的六超哈，每个人他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啊。小林光一的特点就是，功力非常的深是啊，的，没经错。常，只要他领先个半目一目的，你可能就扳不回来啊。他的棋也非常酷爱实地啊，对，能够牢牢的把握住局面没错，没错。大家可能看着这棋呢，就中盘的时候，你也不觉得他领先，啊。但是下着下着呢，他就会觉得，哎，好呀，就是好那么一点，是的。然后你就扳不回去了。这个就是功力，这确实是，当时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是无敌的。这也是李昌镐九段，现在依然活跃在一线，哦，挺是不的，容易的。这是也是传奇大师了，现没在，错。好，那我们下面就来进入棋局吧。这个是李昌镐执黑，他们这个是拆先吗？还是说黑白棋事先定好？这个还真没关注，我想应该是第一盘拆先，然后剩下的可能就交换了他们事先可能啊。是来个想当然，好，这盘棋是李昌镐执黑先行。李昌镐执黑，当年小林光一的黑棋，因为以前贴木小时代的时候啊，贴五目半、贴六目半的时候，小林光一的黑棋是非常厉害果然的。很有鲜明的特征对呀，这要是换到现在棋手，这三三早对，就点上来了啊，结果出现了这个二连星对二连星挂角，这是以前曾经流行过的开局。我们看一下李昌镐九段是怎么下的，他挂了两个内挂，而且都是然后拆了一个这个局面现在已经见不着了，我觉得太久违了，因为 AI 是给这个是黑棋这个拆是差评的啊，所以大家都不下 一般要不就拖连败是对，这个局部 AI 要走都是拖的啊，但是你这个拆不是棋啊，这两个人随便打。但是按照以前传统的理论，这是一子两用啊，这是一个堡垒的形状，很优美啊。但其实，胜率上也差的不是那么的多啊。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样下也没关系啊，不必太拘泥于那个胜率。好像我是听昌镐九段说过吧，他说，好像李昌镐九段对于点三三的他，他觉得他可能把握不了接下来以后的下法，就是他对于他，可能在理解上啊，他觉得还是不够深入，所以他不会下那个点三对，或者就这么说吧，李昌镐他比较欢迎你来点三三。所以呢，他。你看他两个星位他都没有点，他两个内挂，然后中间拆了一这是以前的经典布局个，这是看起来非常的亲切。然后白写内挂，哎，你看这是好像是一种，彼此有点英雄相惜、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啊！一看你没点我角，我也不点你角，对对哎，咱们都互相
给大家演示一番不一样的围棋。啊，还是小飞。然后他再挂，如果黑棋再小飞，那这有意思了啊，那就会形成一个不是模仿棋的模仿棋。如果下成这样的话，那就有点虽然不是模仿棋，模仿棋应该是角对称，它这个是以中线为对称，而且模仿棋还应该顺序对称，它这个顺序也不是一样的啊。但作为黑棋呢，还是愿意，还是想下的稍微激烈一点，坚定，哎，这样能发挥先招效率，这其实要不然大家都铺铺地板，这贴木没地方找。对，这其实贴六目半的，是吧？韩国规则。对，是的。坚定完自然要夹击，三尖夹，哎，这是常规下法。然后白棋飞。啊，真是啊。你看，这就是带有这个光一老师的这个鲜明特色啊。他这个棋他不是点脚的，对啊，这样 AI 来可能是点脚，可能是双飞燕，哎，他是飞，把这个子做活，这样一点脚，可能这个子薄了啊，把这个子做活安定，给你，再进入这种铺地板的状态啊，这是光一最喜欢的一种状态，哎，块块活，谁的目数都没几目齐，可喜欢了。后面的慢慢的就是，小林光一当年最擅长的东西就是进入中盘之后慢慢的定型啊，这些，哎，这是他的功夫深厚的地方。当然这个棋要我下，我可能会选择拆一，是，因为拆一黑棋也封不住我。但是我这个拆一之后，我是下以后留着突过方便一点。对，这个飞，就是可能更有利于出头吧。对。这是不是以后比如说担心人家这个跳一个之类的，是的，就是，或者自己的后路没了，是，就飞在上面和拆在下面是各有利弊，拆在下面呢有可能会担心人家上面点，对，如果你要怕人家点你就飞一个，这显然一看啊，就是形成了一种功夫棋的这个状态啊，没错，每个人的阵势都布得挺好，挺牢，小飞，小飞，这也算是一种防守吧，因为他飞完了之后是不是有点三三，他间接的防备了白棋这个下法，白棋本来你要不走的话他可能尖了之后一点，对，他有了这个子以后就不一样，那你这可以一立，没错，马上可以拐过，对，他断的话就拐了，所以说这是间接的防备白棋这个尖了点三三的下法，但是呢，就是就是以我的理解啊，像这种棋多少会有点后脚跟儿啊，因为你要想到人家这已经都摆好阵势了啊，也可以理解成比较厚实的状态。你又往这走一个，对人家不疼不痒的，我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下法，因为人家是可能点三三没了，但是如果人家以后这样把这个先手走掉之后啊，那你这步棋就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也就是说。这样的局面我觉得白棋更生动一点，因为黑棋这两个处在被分割的状态，白棋就占据外边，我觉得对他飞这个，对，我觉得这个白棋的这个布局是比较开阔的，我觉得小林光一九段还是延续了他当年的风格，对，这个毫无疑问，一个小飞，两个小飞，三个小飞，好像马小春老师叫做马小飞，这盘棋一看小林光一下了多少个小飞，飞一个啊，好像是小飞大战，是不是？谁下的小飞多，谁就能赢，很有意思啊。这个光一老师的特点，就是他有棋有些时候挺俗的，是的，但是他这个俗呢，一定是有他的道理，没错没错啊，就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俗。你像这种挤，把这个角就让给黑棋是。毫无疑问是个大俗手，对。但是他现在他怎么理解呢？他如果不下这个俗手，他就可能得下这个俗手，这是两个走完了还是不舒服呀？他这两个俗手等于他选一个，他选的就是这个，当然要我下，我可能还是不会下啊，因为你冲过来，我这还是有挤，我可能会追求一点效率啊。但是光一他是比较这个就是讲究确定性的，你看这一挤完之后，这个牢靠了，再飞这个还是再跳这个，这个坚定。坚定，这棋形都非常的完整啊！你一顶，他一退啊，基本上你看都走好了。这我还是欣赏白棋这个棋啊，是吧？对，我觉得这个一些同样的道理啊，像这种飞呢，跟这种
一个意思，都是有种后脚跟的意思。嗯，当白棋把这块棋都走好，走成后势的时候，黑棋这两个这几个子的效率都显得低。你比方说这两手花了两手棋，那你是不是您一手棋就有这效果？嗯，啊、嗯，所以这个棋我觉得黑棋是布局上是有点小问题的。嗯，这个棋形呢，我觉得下到这儿的时候，嗯，我觉得是看起来白棋挺完整的。嗯。是的，但是我看了接下来几步棋之后，我觉得白棋是不是这么下有点问题？哦，是吗？他是这样的，好奇啊，这棋呢，黑棋挤一个，啊、那我想他如果说不打算接的话，嗯，我还有点心疼这个子，嗯，如果说是这样，他不打算接这个的话，当初白棋是不是顶一个算了？如果说顶他长，那、啊、我就挡住他，那是要直接冲断了、啊。但是这样问题，他这一顶之后，有可能产生两个断。顶一个我就靠这个。然后如果说你现在冲断，那我就往这边下。那这个我觉得你还有可能，你干脆吧，什么都别走了，啊、你就跳一个，再单跳一个。哎，对，这个因为下边的空并不是很大，以后你就直接飞就行了。啊，嗯，你这样一走呢，这样顶，这样呢，可能反而会出现毛病。对啊，嗯、但这样问题是，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判断了。你说的这个挤的悬念是，我并不太敢挤。因为我挤，我明天要粘上呢。对呀、啊，我这一段有利吗？我是打个问号的。你这一段，对呀、啊，我这样就战斗是谁怕谁啊？我也不觉得害怕，但是他不打算接上的话，这个不接了是吗？对呀、啊，他不接了。那是那个稳健的有点是、啊、有点过头了，可能啊、不接了，那他就说他觉得现在形势已经很好了。不会吧？啊、这个棋我觉得要曹庆轩老师来下，他肯定是一秒就接了。我觉得靠要接上啊，这个你断他靠出来，嗯，这个。看不出来谁怕谁啊，这边还有支援呢。而且这个待会儿搬一个是什么，这个你是搬了家还搬家是吗？啊，还要有手筋，你看对啊，你要一吃人家反吃。对啊，这你这三个子肯定不能被抽通、啊、这是棋筋啊。是所以说这怎么能，如果不想接上的话，我觉得就不要接这个了。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如果要我下我黑棋，我肯定不敢挤。挤了如果谁敢挤的话，我也一定是接上的。肯定接上、啊、我觉得。不舍得这个被黑棋吃掉。嗯，那照你这么酝酿、看来是被吃了、是吧？对呀、啊，我是觉得这怎么可能？这个李昌浩非常开心，我好心疼这次被吃掉、李昌浩非常开心，那这个一定是打上来了。这个你是如果说以后黑棋能够把白棋能够把这个劫提回去，那还行，那还可以，那他也就算了，嗯、可能就亏点目数。是的，是的。如果你要提不回去的话，可有点亏啊，因为这人家可能将来还会开你。现在这个劫很关键啊，可能白棋没事就得来提一提。哦，这白棋下的是好柔软，觉得。他打完了，他没有打上去。啊？锤的这个。这个不打。对呀、啊、这个怎么我简直是我又好心疼了。我觉得光一老师他好像进化了。这他是以前的年代他这个子就不会给你吃。对啊。因为是木数啊，被吃了他心痛。对，是的，是的。因为吃完之后他是一定会打。嗯。因为不打被黑棋一虎，这个木就全没了。他对于木数是抠得很紧。对。嗯、他现在好像看开了。点年纪大了之后。对于这种身外之物不太在意了、对小地方、我看了又心痛了半天、那说明你还年轻啊、是啊，我确实还年轻、对，这个虎太大了，我心疼死了、这个先手虎啊、我简直是、这个只能说现在光一老师的境界非常的高、这个被先手虎啊、我不行，我绝对不能下成这样，我也不愿意下的话、我也不愿意、这个脚的实地有点就在客观，我心疼死了，我真是，飞一个啊，就开始又开始做活了。你看这盘棋和刚才曹云轩跟一田那盘棋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完全风格不一样。这是他们的个性所导致的这个局面。嗯、这往这儿吹进来。对，这个吹，这个，反正是一尖肯定是活棋。对。嗯，先钉断它啊！吓得好出乎意料啊！今天的棋、对呀、这步棋我难道不是应该这样的吗？这不是啊，这步棋我太吃惊了，因为这步棋是李昌浩下出来的。对呀、李昌浩是我觉得他比光一更稳，他更掌控能力更强，
所以他的这个世界大赛的成绩也更好，对，一度是绝对的霸主，没错，是神话啊，是不可战胜的。这个，但是他现在下出了这种有违于他棋风的招式啊，这个以前他是绝对不会下的，他一定是先把这个主体部队活了。对，这个子没关系啊，可取可取。这样一下，白棋要尖出来，这个局面马上就僵。你是这个这个，你是对啊？怎么处理？马上就会激烈起来。这我觉得好神奇，下这个。只能说他们这个比赛可能是表演性质比较浓啊，一定要下点不一样的棋。啊，这步棋很有视觉冲击力。那接下来这两个怎么选？不是说这个本身的割断有什么问题，或者说这手棋往下定一个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在于白棋很明显他尖这个，尖完了这个我再尖这个，那你这两个子不很明显被孤立了吗？真不敢相信啊！我觉得是李昌镐下的，那我只能这么解释，他一会儿他还要再来一手。我天 ，A B 见和哦，啊、嗯。这个要不然的话，这步棋就会显得这个太笨重了、嗯、啊，他一定还是有一些后招的吧？好的，嗯，这一下子，哎，对他一定是这地方他有点后招，就准备了这招在这是吧？那同理呢？作为白棋，我觉得。让他这个后招施展出来还是挺不开心的、嗯、啊！我的白棋还是想能够，想点什么办法？想点什么办法啊？嗯、比如说啊，你冲的时候我哦、啊，我先给你来个猛烈的左右。待会王老师是不是准备啊？对，一会儿还有这种反击，我看出来了。这、给你战斗、嗯、啊，要形成战斗，因为这个黑棋这个出来对白棋并不造成什么太大的损伤。嗯，把这个归路黑棋这两个归路断掉之后，你不但还有这个啊，你还可以攻击这两个啊。要我下的话，可能会下的激烈一点啊。这个扳住呢，虽然堂堂正正吧，但是如果一旦被黑棋熬过去，那黑棋白棋呢，实际上的收获也不是那么大。嗯。换句话说，就是在自己子力有利的地方，还是应该下的啊强硬一点啊，要主动的去谋求战斗啊。这个时候呢，白棋很上火，就是你如果是这样，嗯，那就很明确，就黑棋他长，哎，对，接下来你粘我就加，哎，你粘他一加，他、哦、这之后有突过，这有突过，他已经安稳了，嗯，啊，那这个这样的话，也就是说黑棋这样一拖呢，基本上黑棋这两个就救活了，嗯，啊，那这个我觉得是白棋不太甘心的地方，主要是现在白棋下什么也来不及了，那就靠被人家。这好像对，这没有用。对啊，这没有用。现在也来不及了，那怎么办呢？嗯，现在那个角得补啊，这先手粘一下。哎呀，这确实是境界很高、啊这个。这个白棋，这个黑棋，这个形状很完美、啊。是啊，当初已经都显得都有点危机了。嗯，现在白棋的收获就是在这地方，可能有点小目数啊，但是这个并不太大啊，因为这二路还漏着呢。对，把这个、啊、这个太大。对啊，这步棋。千万不能被黑棋抢掉，因为黑棋如果一抢的话，白棋一走，这个基本上一时就二十多目棋。嗯，如果被黑棋一走，这个地方可能白棋一目棋都没有啊，那这步棋价值就非常非常的大。啊，那这个局面可能又平稳下来了。对，啊，两个人好像要开打，结果一番比划之后，又和了。依然保持一种和平的局面。嗯，和平的局面。如果从比划啊，我们看啊，嗯、黑棋这个角跟这个角比一比，嗯、白棋这一片呢跟黑棋这一片比一比，这三个跟这三个比一比，然后黑棋还有一个角，啊，要从这个角度讲，黑棋似乎是实力不落下风，但是白棋比较厚，这有发展潜力。大致上，我觉得还是大致为军事吧。没错，嗯、是这意思。嗯，这个拆二，最后的大场，最后的大场。嗯，也可能这种局面就是两个人可能会发生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哎，谁都觉得自己挺好，啊，可能黑棋觉得哎呀我挺好，因为黑棋实控多，白棋可能觉得白棋好，哎，我这潜力大啊。那这一带可能是一样，包括那二路爬这都是要点。哦，这攻击性比较强，那这样走完之后，他可能要走天上，往中间啊，要从天上过来这儿，哦。嗯，犀利啊！那但是黑棋这一跳出来，好像也挺得劲的啊。那如果是这样，那是不是我们直接走在这里、啊？如果你要还跳的话，我就不一定走这个了、嗯。啊，这当然是一种思路了，仅供参考、嗯、啊。他
他这个江南黑棋这一带的定型，直接走到这儿，怕那我拖一个你能不能行？如果拖你不能搬的话，这拖就很厉害 应该是这样。看起来是成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拖很厉害的。因为我下过这个，也下过这个所以我下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以后就有点担心这底下的问题。是吗？那后来，然后后来我下这个，然后被人家上面点了，生气，搞得我很生气。怎么都不是，是吧？对，好像都不太对。那从这个角度，我还是推荐大家下这个吧，因为上面点不会要你命。对，这个托如果成立，你这个棋根眼可能没有了。这个飞过来，现在你说的对啊，这个是一个黑棋瞄着的手段，白棋要防着的。因为如果说你只是顶的话，那就人家随便走一个，那你这块棋就不活了。对，那黑棋活了，白棋没活。那这个这个棋现在我们想这个棋可能是还真是有点问题，指不定。那是不是走远一点？比如说直接从上面这一带过来。对对对对，哪怕是你先把这个有绝对有一手棋价值的棋走。这个很大，其实这步棋很大。因为这步棋有了之后，黑棋在底下肯定是做不活的。如果黑棋往外边跑，你别慌，你随便往外边跑，那你其实还可以，围这块空，指不定这样更稳妥。这样下虽然看起来这块围得很大，对，但是第一你得防备这个，第二呢？人家如果要进来的话，你这其实可能是啥都没有，没围住是吧？这个是双刃剑。黑棋小尖一个。哦，那显然是要动手的架势。我这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要来了。对对对对，看着办吧。那黑棋白棋应该得补一个了。他爬了一个。爬着补。对，他是爬着补的。爬着补。这招爬也是。李昌镐他对于这个围棋的一种贡献吧，因为在他之前，大家都不认为这个爬很大，就是从他开始，因为他就经常没事早早的他就二路爬呀，从他开始，大家觉得这个爬确实是大，甚至有精确的目数计算，号称是十五目，但是这十五目呢，还附加了双方的厚薄，因为如果你黑棋这边没子的话，他这一爬完之后，黑棋这个地方是没活的，那黑棋多了爬之后呢？白棋多了爬之后，白棋这个也做活了，就是十五目还加厚薄，那是很大的。对于这种爬的这个，我知道它很大，但是你让我数一目一目数出十五目来，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数它是十五目。其实这就是专业上的一种判断。其实作为我们棋友没必要因为你就算知道它十五目，也不会是说有一盘棋刚好。这一个十五目，那一个十四目这我走一个十五目便宜一目，这种场景基本不存在，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十四目估计也数不清。对，你就知道这个爬很大就行了，有这样一个概念趁着外边没什么事儿的就爬一个就行。爬这个，这个黑棋飞过来，它就是飞的。这个我觉得现在越看这两手可能是有点小问题，因为它如果不走的话，它可能也下不成这个样子。对对对。因为要应用到我们里外的这种概念，那黑棋这样一飞之后黑棋这招飞之后，白棋这个显然都走在里边。黑棋占据了外边。里外为啥重要呢？因为占据外边的人，他走占据外边之后，你所有你跟着他走，你走一手亏一手。对，所以说这个占据外边是比较重要的这样黑棋飞到这个，我觉得黑棋现在调子比较好黑棋心情比较好，因为这一带以后有可能隐隐要沉默。对，黑棋现在以后这个地方一走，基本上黑棋白棋就出不来了那黑棋这地方还成功了这不乐观，白棋不乐观。那小尖了那这个逻辑有点小疑问因为爬这个的最大价值所在应该是防这个拖。是的，是的。如果说你爬完之后还拖，那你当初直接小尖就完了嘛？因为是这样的，你直接小尖完先带，如果说黑棋还是飞的话，那现在白棋那个爬就不着急了。因为你可能会选择冲断，因为你这个尖，把黑棋这个的眼位也夺掉了。对，你可以选择冲断作战，可能会这样下。如果你要爬完还尖的话，那说明你这个爬呢不如尖一个紧急。对那照如果尖一个的话，现在黑棋显然是不会挡那这样的话，这个再被黑棋贴过来，
那白棋就彻底走到里边了。嗯，哦，那这个棋白棋可能会要坏。哎呦，啊，飞一个，要我下，我贴一个已经非常开心了。我也觉得是，啊，因为如果贴的是他退，我就已经非常开心了。飞一个呢，如果他还比你自然好，但是我有点担心会反击。对，啊，有点担心会反击。嗯，当然，现在要从全局整体来看，确实也不怕，因为这一代呢，还是黑棋的路比较多。你比方说，如果你要冲断，啊，我就判断吗？就啊，哦，我尝一个，啊，你要尝的话，这很生气，被他点一下，这怎么办？对，我先不考虑外边，哦，我就是说这边的路，先出来是吧？这边的路黑棋也很，着急啊，所以说可能是黑棋是不怕，嗯，所以他选择的飞啊。当然要我下的话，我可能就老老实实压一个已经是非常开心了。如果压他退啊，我就这样飞一个已经非常开心了。对，那如果能压着一下已经很好了。 这个飞可以说是更有追求。对，他这个接下来这个点好像是要白棋命了。对，换句话说，如果这块黑棋啊白棋围不出很多的空，那这一代的损失就不会来啊，那白棋局势堪忧。他跳一个啊，那舒服，那说明这个飞一个下的好啊，因为走到了嘛，先手飞到了。对，那现在李昌浩需要防守一下喽。哇哇，好积极呀，啊！这个瞄着这步棋的意思是下不跳啊，你这就往下冲啊，甚至恨不得把你两块都断开啊。这个我是想着王老师他会这样吗？是不是这个有点，啊，这样是什么意思？这样他转吗？啊，这样吃一个应该没什么，是吧？对，吃一个不够，追求不够完美啊，哦，应该他还会想着整体，或者就往这里跳一跳。但是问题是，这个棋我对这个价值的判断，我觉得黑棋怎么补断已经很好了，很好了，这个空还不给人家。我觉得我要是白棋，我要反击了，我这忍无可忍，我忍无可忍，忍无可忍，要生气的，要生气了，这要冲断反击，冲断这个，冲断这个，嗯，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冲断这个黑棋那边有路的啊，你冲断我就算尝一个，你一尝我那边有路啊。他不担心，你这里有两个子还是有两个子，我觉得太厚，也是花架子，应该治不住黑棋。没错，所以说我的想法是冲断这个，啊，就从这头冲断。那就长呗。哎，你长，我从这头冲断。然后这样啊，这样我是压一排，让你走在里边，啊，然后我将来以后还可以从这边攻过来，啊，再刺这个。哎，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要决定攻击方向，很重要。对，从这儿冲断，我觉得威力可能不一定太大。嗯。但是无论怎么着，现在白棋反击是对的啊。对。哇，这人家都补了一个还要刺，啊，这个太令人吃惊了。就是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还有问题的话，那白棋要昏过去了。对，这确实有点受刺激。嗯，他是这样的，如果说贴这个呢，你看起来好像一断，他跑不出来，但是他可以尖一个出来，哎，尖断，尖这有点生气，尖着三个没了，然后所以的刺只有粘上，白棋好像也没有别的什么吃法，反正吃得很不舒服。你不粘就贴这个，贴这个，嗯，贴这个就味道也很恶心。你贴这个黑棋，这个贴就成为先手，对，所以说这一刺是一种适应手，这个是一个侦察兵啊，可以弃掉。这个一般来讲，这种刺都很令人讨厌啊。贴这个，贴这个，跳出来。哦。哎，啊，他刺了一个目的是，这我也看不太懂，看不明白是吧？因为我的理解是长在这儿，这样长跳在这儿是不怕的。那如果他这样怕的话，那这个冲断岂不是很厉害？他这样冲出去了，那肯定是这样吧？那我然后再这样，那我不太懂了。那这个黑棋岂不要坏啊？这不能挡吧？这挡有点太过分了吧？这是什么情况？就是挡了被打两下就不怕，你不挡那你这个都被冲垮了，那这手棋岂不是显得比较尴尬？我不太懂啊，我也不太懂，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太他就是这么下的，他长了一个啊。现在白棋黑棋形势这么好，可以这样退让啊，那一会儿这个岂不是也要亏了？木薯这侦察兵
赔进去了，不太侦察兵谎报情报赔进去了，藏在这儿不就完了吗？我也是这样还怕死啊？不会吧？我也是以为这么以为，因为我们看看，不好意思，你藏这跳吗？我跳，那这有什么可担心的？你飞我贴，这个活路是这个外围白棋还不对呢。这个活路是非常的多，我真没觉得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对。不过说是这么说，可能下的时候还有点怕。也可能是这样啊。李昌镐认为这样一跳，你冲出来呢，他判断他行了，他也不错啊，可以。对。啊，在冲的时候，这只能长了。这个不长被扳受不了啊。我也以为他是长的，结果他跳了一个。被惊到了，又被惊到了。李昌镐有点向他师傅学习了，越来越犀利了啊！对呀、啊，觉得以前下的棋不好玩，没意思，要来点厉害的。被惊到了，有点生猛，有点生猛。啊，这得补，要不然被扳了不行。啊、嗯嗯！哦，这又是在、哦、跳出来。那这个被扳。难道开心吗？不太开心。这三个敢不敢要了？我觉得不一定敢要了。他要了。啊？这长这个不敢要。然后这样。不是，那这样的话，反倒就有点，这白棋有没有更厉害的下？因为你长要先手这一跳，直接黑棋这个就进去了。如果这个冲吃啊，不会吧？这个有没有更厉害的下法？这个我一时也确实是看不下来。比方说这种顶之类的，哦、全吃。因为你尝一个人家真不能硬了，硬的话这太清楚了，但是人家不硬之后你再吃这三个被人家这样揍一下六不起，意思不大，因为你别看黑棋这几个还多少还走点木，所以这个尝可能是还手啊，尝可能是还手。他这样如果说这个的话翻一个断的话，我有点担心你会反打是吧？对啊，我这是有刺的先手，刺这个是吧？还有刺的先手，当然这个或者先刺掉，先刺掉，嗯，刺掉我只有断了吧？这不能粘上吧？那我再一插可就不一样了，嗯，这个大的不一样，这插完我这一夹，你可能直接就死了，嗯，你我刺了之后，这你不好意思不要了。我再吃这个，你这个变成一个单关了。那这两步已经赚到了。对呀、啊，那就是真的只能粘上了。你要粘上，我真的是这个，我认为这黑棋白棋一定得抓住机会，不能放过黑棋。嗯，这个看上去还是有的一拼，有的一拼的，看上去有的一拼。是，粗粗一看，我们现在啊、嗯，但是你这样一尝，人家是毫无疑问的，只有走这个。肯定尖回去了。那你吃不吃三个，你反倒尴尬喽。他吃三个，现在看起来价值也不是很大啊。对呀、啊，这主要是，那现在这个地方，指不定人家还要反攻呢。他就飞下来了。这个反攻要成立的话，那个白棋可就赔大了。对呀、啊，这个飞看着很厉害，因为他这地方多少还有点借用。他刚才这个刺就打到这个木、啊。对呀、啊，这个地方他这个有个冲，白棋这个气还有点紧。没错，你得小心，这底下这两口气紧住了之后，他就冲出来了。看样子这一飞，白棋不见得扛得住。嗯，那这个长可就是还手还大喽、嗯，因为这个地方等于是你不去惹别人，但是别人非要惹你，是不是？啊、嗯，你这种就有点像独木桥一样。嗯，你要不进。那你就只有往后退，嗯，那一退，你就没了，啊，就被挤到河里去了。是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觉得，关于这个长可能是还手，还手，他也可能是这个被这个李昌镐这几张迷魂拳给打晕了，啊，被惊到了，什么意思？这不都点一个不被我吃了吗？都死了吗？是啊，这我又吃俩又吃三，开心了。嗯，但是问题是，如果说啊，我们黑棋现在、白棋现在这都是安全的，嗯。其实我们想想，白棋还是可以的，因为黑棋确实也没走了什么东西。没错，白棋这吃了三个，这吃两个，但是现在问题是这一飞，白棋怎么能防守得住？啊，如果防守不住，直接就交代了。对，但是从棋形上来看啊，因为这个地方气有点紧。嗯，你比方说啊，你最常用的是应该是这个跨，啊，如果你要跨了一段，我这一立。你管，我这一吃，哎呦，看起来
是无比的凶险啊！太悬了，看着、嗯、你一跑、啊，我这一吃，你可能直接就进去了。接上、啊、这一接，嗯，白棋死了，白棋差一气。人家当初李昌镐早就神机妙算，李昌镐不号称神算子吗？哎，三十手之前挡这个。哦，你还要小接吗？对呀、啊，你还要还你还希望我走这个，然后你再走这个，是吧？这确实是手机、哎。那我先走这儿呢，行不行？你先走这儿，你挤呢？来不及是吧？你那我打。哎，你这好像是不是有点招？都是非常的玄妙的这个招式了，非常玄妙。好像还有点能挣扎一下，看到或许还有挣扎，或许能挣扎，但是这个太惊险了，看着好像是不太行啊，所以。也就是说啊，这个一飞可能白棋已经不好打了，也不太行。实战呢？实战已经下到这个飞了，是吧？下到飞确实是白棋已经没什么太好的。有可能啊、哦，这招棋显然不对啊，因为这个棋黑棋可以顶啊。嗯。因为我们说这个又有一冲啊，你比方说这样下成这样之后，这个冲就会成立了。嗯。那这个拖是这一顶。这个我实在没看出来他能行，是关于读秒了吗？有可能有啊、现在这个已经两点多了，可能是读秒，因为每方一个小时，两点是基本上两点半的时候应该两个人都进入读秒、哎、这个老同志最怕读秒了，读秒手忙脚乱啊，一分钟你也没有延时也没将可打，嗯啊，那这个一顶看起来白棋要坏啊，嗯，这跟年龄还是有关系，像小林光一，对，或者他这些可能单挡一个，单挡谋求做活，这个黑棋你要真想，把我干掉，可能也不一定容易啊，或许我就爬过算了吧，我觉得爬过挺好，收空是吧？收收目嘛，收收目，收收目的话，一十、二十、二十五、三十五、四十、四十五，你五十目棋，嗯。一十、二十、三十、三十五、四十五，收控白棋并不见得差呀。嗯，但是你这地方可能有点潜力。没错。嗯，收控白棋是可以收的。我觉得白棋可能是先挡一，这一拖可能局势要紧张了。对。如果这个一顶没招的话，可能搞不好要凉快。他如果说挡一个黑棋狠的招法是下在哪儿？这儿吗？那如果你要在这儿，我这以后再跨，就可指不定就有变了。啊、哦、啊，指不定会有点其他的。我觉得想吃掉它可能性不是太大。我是这地方一挤完之后，挤就接上，大概。嗯，然后这顶还是先手，我这个顶是先手、哦。我这个地方有没有个眼呢？啊，你比方说我这个地方啊，一接。按接。我这个地方能不能拱出个眼来？哦，如果你要吃，我还得这样，我外边还有冲断，嗯、可能给你整体杀气。那指不定这个地方还有希望拱出个眼来。嗯，如果这个地方有个拱出眼来，那这个棋就活棋就问题不大，因为这个顶完下边也先手一只眼、嗯。那我刚才给大家点过目了啊，如果说白棋这块棋没有生命危险，白棋控还可以。对啊，控还可以。他的目数一直保持在一种平衡状态。哎，对对对，是的。哎，当初吃这个也挺大的啊。但是这一拖看起来很凶险、有点扛不住好像、我不知道这一顶它是怎么办对，这现在这个冲已经变得很现实了，这个冲是啊，然后现在走这个，哦哟，这个关系好像有点异常了，因为这两个走了之后一旦被黑棋一飞是没用的，对啊，是全是走的是没有用的，对，但是你现在这个冲跟这个飞怎么兼顾？无法兼顾无法兼顾，对呀、啊、那就是说这无法兼顾是什么意思？无法兼顾就是他把这个给弃了啊，他把这个五个给弃了，这个不能叫弃子吧这个那要怎么说，哎，他现在要靠一个的话，靠我狗啊，他很可以狗一个，嗯，对、哦、那不行啊啊，好惨呐、啊！这有点悲惨。我估计关羽可能是。我本来想着黑棋走这儿不也行吗？关羽，我估计是、啊、他走在这儿呢，也是一回事，他狗在这儿、啊、有点不一样。你要走这儿，我可能跳在这儿。哦，你跳在这儿，你别被我
哦，也不行，你这先冲好像很困难。先冲它只能粘上。哎呦，那太凶险了。我觉得确实看着好好悬这个感觉。那关羽可能是忘了这地方的气的关系啊，他以为一冲他可以挡了，只能这么解释。那没办法，确实。如果说没看到了这个气的关系，万不敢在这地方乱撞了。嗯，撞完之后，这已经是 A、B 两个要命的气见合了、嗯。他可能被人家飞下去的时候，他一时半会儿他也没想清楚应该怎么下。我觉得合理的解释就是忘了这个气了，因为逻辑上，如果说你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怎么下，你很可能就哎，我先这边挡看看啊、嗯，因为这至少这一搬一虎可能会产生个劫。嗯，啊，这样。下法，但这个已经有点远了，就觉得下的。估计如果当时我们能看到一个现场镜头的话，就是一冲的时候看看光一的表情，嗯啊、他说一惊，那说明可能是真是这看错了。哦，现在两个人还在下是吗？啊，这个五哥被吃了。我是觉得这棋好像已经没法看了，确实是。因为本来。是黑棋的白棋的小十目、现在变成黑棋的十几目，对，这个二十几目出入在这种局面太大了。哦，那大碗打吃，对，击打了一下黑棋身上，虽然这块棋是基本上活了啊、但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啊，这五个子被吃了，这啊，所以这个棋目数我们也不用点了、形势也不用判断了，这肯定是不太对了、我们。哦，这个拔的太愉快了、这个我们就知道现在肯定是黑棋大优啊、白棋现在是落后，这是落后多少的问题啊！而且这个棋、这个，打拔是先手吗？不是打拔，我还有更好的、更高的追棋、还要点进去、如果这样，你这个是不是？那这样就太惨了，这样这一冲，这明显是没活呀。也就是说，这一般你可能这俩还不能要，有点太悲惨了。太悲惨了。看着太悲惨了。点一个粘上，冲完了，然后搬这个吗？我就搬这个吧。搬这个，它断不会有个搬下去吗？哦，我都忘了，啊、我都已经忘记了，只顾杀着过瘾了。但是断走完了，它这也是个假眼。但是我觉得黑棋用不着这个手段啊，都不需要。黑棋现在这五个都吃了。你还要啥自行车啊？是不是啊？看他下了什么？这个已经打掉了啊！如果说现在这个搬的时候，黑棋先打了一下。如果说这个棋，光一还仍然不肯投降，我只能说，光一老师的胜负心还是那么强烈、非常倔强，是吧？对，因为一般了，对吧？这个棋下成这样的，可能哈哈一笑。有点惨了，好像感觉哈。如果还要继续战斗的话，这个只能说先出，这个瞄着这个大龙是吗？是的，这显然不太现实这件事情。对对，那黑棋可能还瞄着白棋这个大龙。然后我把你再挡住，我看你要不要点进来杀我。那这个我们就再看看进程吧。招招都是瞄着大龙的问题是吗？但是这个棋是确实是白棋黑棋肯定是不怕的啊。对，爬一个，做最后的拼搏，看起来像。这一拐倒还是蛮舒畅的。是的。哇，这真心是要拼啊。这我冲呢？冲这个。就我那只有断掉了吧？那我这一吃不是已经活了吗？是啊，我说因为这地方有下面一个眼，活了，它上面一只眼，下面一只眼，特别明确。不考虑外边，外边都不用说了，外边冲出去应该也有眼。这人家还不肯呢，他说我这你要吃我居然、你是要吃我的。李昌浩还有这种时候 啊, 是 啊, 啊，这样我觉得要李昌浩以前的李昌浩他肯定是做活就彪悍的、就我求稳了。是 啊, 他现在确实非常的犀利啊。谁吃谁他想说一句。你确定你是在吃我吗？他这个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这样一吃一挤，其实还是活棋。是的，他就是这么下的。他只不过是追求了一把次序啊。
那他这样确实是更好呀，啊，他把白棋的路都给断开了，嗯。真顽强，真顽强。对，嗯，那黑棋应该二路立吧？又大又厚，官子。显然，小林光一觉得这个官子我并不惧你啊，我还是要跟你收一下的。哎呀，他只能说是一种信念了啊。这个棋现在这个地方以后尖出来，白棋都还是薄的。对，是的。黑棋搬一下，舒服。这个黑白棋。只能跳一个，嗯，嗯，这种地方都挺扎实的，嗯，啊，黑棋小接，嗯，这就是这个非常心情好的下法，人家说这里我还没找你的事，来找事儿了，对对，你要这个的话，他就粘上。你搬下来，人家这吃是活棋，对对对啊，那白棋只能冲这个。嗯。粘上，好，白棋把这个粘上。啊、哦，那就是说你还不敢粘这个？对。啊，你要粘这个的话，他是怎么杀的？点一个就行了。点一个什么？啊、哦，真的这么凶悍？那我要是。白棋我就粘了，来杀我吧！你杀了我就投降。我这外边有没有点赠头？嗯，那这个不要了，这跟认输没区别了。这个十五目又没了。嗯嗯，现在是这样，现在这个粘应该粘，但是这个刺是后手，这个刺也是后手，就先刺这个我就虎这个，嗯、先刺这个我就虎这个。嗯，这肯定是不成。是。然后这个粘是先手，但是。现在这样是活的，但是刚才那样被一点，嗯、跟这个粘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棋，光一仍然有斗志，嗯，这个斗志太旺盛了一点啊，嗯，这个也是非常热爱下棋的啊，是的他可能是已经真的是无所谓胜负了，嗯、啊，觉得只要是。能够在这个赛场上进行战斗，他觉得就很幸福。嗯、刚才如果说黑棋没有把这个吃掉的话，是不是这棋白棋还能收一下？虽然说这个他亏了很多、啊，我都没这个想法，因为这个一旦被人吃，因为这个是白来的，他、嗯、不是说黑棋付出了代价，他是白来的，黑棋白棋还能收吗？我确实没想到这个事情。37、43，白棋就50目棋啊，10、20、30、35，那还是不太够。够是肯定不够，十几目肯定有十，盘十十目肯定不止，不能再少了。就是这个没吃的情况下，这个吃了当然要盘二十去了、对，这吃了这因为这个十五目以上，这个五个被吃了，这个损失太大。嗯，啊，关羽仍然在奋战啊，这一尖，是瞄着什么呢？嘿，李尚还下个小手筋是吗？还真有意思。本来这个没靠的话，就有一段。嗯，对对，是他就是这个意思、啊。反正就这意思，就是他靠一个不亏，展示一下。嗯，他靠一个是不亏的。啊，如果说你粘上的话，他这个粘上是先手啊，这样，对对对，或者是挡这个也是先手，对对对这样。对对对，这个官子便宜了。嗯嗯，秀一下，嗯，对，这个时候已经是可以秀了。那这个棋。最大的悬念就是看看光一什么时候投降。这肯定是不够。他不会要收到最后一个吧？不会要收完吧，官子？粘了一下，然后长一个。不，嗯。啊，他这按照你的说法，他是靠了一下，是吧？对，他靠了一下，然后这个、那这个是白棋以后比较心情比较好的地方。没错，他要虎可以虎了搬粘。啊，他现在虎，但是这不走了吗？他走一个，对，走，跳一个，要不然看起来这联络都不太确定。嗯，现在黑棋这个地方也得小心。嗯嗯。哟，这可是正宗大俗手、啊。这个有个刺，接上他几个就把这两个子吃掉了。哦。所以他不是很怕你冲、那边有刺，那他他怕这个白棋这样靠。对。那他这个棋可能是要从官子的角度可能有点小问题啊，因为白棋这个总有一手价值，这个进步是没用的，那从这样他指不定应该从这边冲，嗯，慢慢的在渗透，这样一走反倒自己会担心，嗯，啊，这两手
那白棋总是愉快的。当然显示他不真不差这一点儿，这个确实。黑棋现在这差距比较大了。黑棋开心就好，现在。几个？嗯。接上。嗯。还补了一个，有必要补吗？他是觉得这个吃掉比较大，是吗？不是，那这样的话，这都有啥？这个挤有啥必要吗？但没关系了，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嗯。他不粘的话，白棋这个挤是先手，他只能补回去。嗯、那他把这个吃掉还是挺大的，所以他粘了、嗯。对，这因为纵观全局，也就这地方可能白棋还有机会捡个勺。嗯。所以赶紧把这走了，把这二路爬一下，把这个补。白棋搬了。啊，这个。先手接近六目的观子啊，这个是非常舒服的。然后这个爬啊，啊胡，嗯，胡完更得爬了，黑棋乖吗？到这样啊，煎、哦、这个，嗯，这真是两个人在一本正经的在收官啊，啊，这不是说在开玩笑的啊，这煎确实产生一个二路大伸腿，啊、嗯，二路大伸腿一般是先手六，这是非常大的，啊、嗯，这吃掉不大是吗？啊、这如果说吃掉上面吃掉的话，这个是后手，这个是挡住是你收，这眼见是后八，啊，那个是先六，嗯，所以说可能还是大伸腿更大一点，哦，嗯。因为后手八目显然是不如先手六目的。嗯嗯，他是光阴老师是吃的还是挡的？煎一个，我看他哦，他去打了一将吧，可能是。啊，这些找一将也不容易啊，强打一将。这个是打一将、某种特殊情况可能会亏。好爬一个。啊、哦，爬这个，这下手这个棋子给顶住啊。嗯，这一顶这个罐子太大，顶住，对，还是得打那个吧。先六还是打？把这个吃了。啊、哦，那这个、它是煎着吃的。啊、煎着吃稍微大一点，但是也超不过十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目，嗯，超不过十目。如果这个被你挤掉的，可能还，如果挤的结帮不住的话，这个还是八目。大飞。啊、嗯，这个先六啊，这个。大伸腿是先手六目，啊，这个真是要收完吧？真是，光宇老师太敬业了。我要坚持到底。这时候有人告诉他一天已经输了，他会不会就不那么就也算了？冲！把这个冲啊！对，哇，他现在肯定知道他输了吧？我觉得这五个被吃了，早就知道，肯定是已经很远了。这五个被吃了，作为这个。高手已经知道了，挤掉。那这个最后挣面子的时候到了，无视啊，无视这步棋的存在。二爬吧，那也是一个最大的关子了。二爬，这个是吧？啊，肯定无视。找半天。嗯，这个如果还接上，那就没面子了哦。算了。哦，那好吧，高兴就好。因为这个棋可能黑棋有劫财，白棋一个劫也找不出来。那边很明显有很多劫财。对对对。嗯，一十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七。三十七三八加上七四十五，嗯，四六四七四九五十五一五八五十三，五十三加上五十八不到六十目白的，一十二十三十一四十一五十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十六五七八五九。上面白棋黑棋基本是贴目，哦，也就是盘面接近十八九目吧，一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嗯，哦，这又来了两三目，嗯，但这个棋也没胜负早就是没关系了啊，啊，就是我们，嗯，
哎，接下来这个力很大啊，因为力完之后这里边就是六目了，如果被搬的话这里边只有四目啊。哎，这是一个先手，对，得小心，这别被挖通了。哎，你要不走，这被一断，对，吃通了，上面就通了。啊、这个，嗯，立这个，这个基本功，我相信关毅老师是有的。啊，你要这个地方注意，不能搬啊，你一搬被人家扑一下就亏了，因为这个扑完之后，这以后一粘，嗯，你这个圆不住的，圆被打了尖死了。对，这你只能走在这儿，这是一、嗯、二三四五目，嗯，但是你要立在这儿呢，你看一粘五六目啊，是便宜的。对，这是一个基本功，嗯，是，嗯啊，这个他是立了吗？我看看他立了没有。嗯，我坚信他是搬的，老师啊，是搬的是吗？嗯、啊，嗯，这个当然也确实差别很小、啊，差别不大，嗯，因为局部观子应该是立的，这是个基本功，嗯、但是这盘棋可能考虑到如果被黑棋一挡，白棋可能没观子了，可能是这么想的啊。但是这好像这还有关子啊，这没关系，高兴就好了。那这个黑棋会如果立这个的话，待会粘里面是一二三四五六六目、嗯、是吧？它就反正粘到这儿就可以了、哎。你这样只有五目，对，差一目铺完了、嗯、那个是。黑棋把这个挤了。嗯。哎，那这一挤又有劫了啊！你看这一挤会出劫。啊、哦，有个挖吃是吧？啊，对，现在如果这样的话，嗯、这个李昌浩还是很给关于面子。算了，嗯，就别打了，就不要再嗯。啊，这个棋跟生父应该没关系了，嗯。单粘的，然后团上。不是应该先铺然后再粘的吗？这个也太给光一面子了，这样，太给面子。最后表演一下昏招、是吧？这个昏招出的是地方啊，这好像都不够精细哈，已经赢很多了，反正确实也不差这一点，也可能一种礼数啊，就是不差，大吃。嗯，这便宜，这个差不少呢，差一目强，先铺跟。嗯，没铺差一目强啊、嗯！那这样可能盘面十五目左右，那已经差很多了。我就把剩下的他们下了的都给大家摆上。嗯，搬一个。其实这个确实也没啥，也没啥东西了。搬一个是后手三目啊、嗯，比吃一个两目半稍微大一点。嗯。嗯，没什么目了吧？然后就是先手一目走掉，啊、嗯，提掉。对，这个先手一目走掉。嗯。好，白棋也得接住。没吃过。这是后手两目。嗯，那这其实是不是差不多了？啊、应该也没有变数了，嗯、肯定是黑棋赢。应该是盘面十五目左右的样子吧。嗯，只是赢多赢少的问题。嗯，对。这盘棋我觉得，他们目前还没有结果出来。还没有结果。对，还没有结果出来。嗯。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棋肯定是黑棋赢了。棋是肯定黑棋赢了，但是万一超时了，这个也不一定。这网络比赛还是有这种可能性。对对对，还是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啊。嗯。这到底差多少？后面我差不多十五目吧。哦、啊，就是这个棋，我觉得哎呀，这个还是上一盘这个曹新玄跟伊田基基的那盘棋更精彩、嗯、啊。这盘棋就是比较平淡啊，最后比拼功力的结果还是李昌浩更胜一筹吧。毕竟年轻那么多呢，是吧？差两轮了，他们的年纪。哦，这好像差很多了，这不是二十目以上了、嗯、感觉啊？对，二十目以上了，二十目以上了。嗯，对，其实那都没有意义了。嗯，黑棋收的也不是很精细，就刚才王老师强调这儿铺一个，我觉得还是
就是对大家现实收官的时候是很有意义的，就差也有三分之一目，这个地方这白差的，这是白差的这一针，而且这一针它必须得硬啊，不然被你再吃一下它都接不上，对对对，吃一下它只能苟在这儿，然后被你打耳环一它只剩下四目五目，哦，他们两下完了，看来是已经，我不知道最后数子了没有还是什么意思，小灵光一九段也不也是确实是不一定会数子啊，因为这个目数差距比较明显。我看看这里，也没有显示他到底赢多少，反正我刚才数了是二十目朝上了。啊，是吗？对，我以为还是没那么多，但是没确实是差很多了。无论多少都是黑棋大胜啊。对，这其实我觉得前面刚才说觉得很心疼的地方，其实差别也不是很大，但主要是还是中盘那一段。就这五个被吃死。那这五个绝对不能死。对对对，是。但是当时被飞下去的时候，白棋确实有点难办。他如果直接挡在脚上的话，白棋黑棋不知道会不会下狠手尖要吃他。他即使如果说这里做眼，刚才王老师粘一下，稍微有点损，其实这里有个脱过。我觉得光一可能光一往棋下的还是少，对光一老师他棋好像有点生的，对对，所以到网络对局他可能确实不一定很适应，他不太适应，是这东西适应和不适应其实差很多，对，然后就学的曹勋玄老师是不是没少在网上操练，感觉好像曹老师也没怎么见他下，也没见他，可能他躲在某一个对他指不定用角落里用那个匿名账号，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他用那个账号在拼命操练，大家都不清楚。韩国最喜欢下网棋的这个老前辈是徐凤珠。没错。哇，那也是，就不分黑天白夜的练啊。我是听说他，就是抓一个那种刚入段的韩国新的职业，就是很年轻棋手，一下就是一晚上，一通宵的下棋，抓着人家跟他下，那人家年轻后辈他也不好意思不下吧，这都是真正热爱围棋。是的。哦，这棋最后是黑八目半胜，那我这目数的太有问题了吧，我有点小误差，有点小误差，但是王老师说的应该是对的，可能哪里我数错了，对，你可能多数，但是没关系，都是黑棋大胜，八目半跟十目半没什么区别，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那应该是盘十五差不多，就八目半的话是盘十五，八目半，这个棋光一很遗憾呐，确实，主要是那代被吃了，那后面的差距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可能出现了错觉。没错没错。好，那今天最后的结果就是韩国是2-0战胜了日本，那么这个比赛呢，现在下了三轮，到最后呢就是22号，最后一轮是24号，那比较重要啊，那后面还有三轮，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吧。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